想滑雪不用到国外，戴上耳机，教练亲自指导。站在 snowboard 上挑战放手，往后倾斜不会倒。程度厉害的学员想玩双板也没问题。中高阶学员来点技巧，这金针菇机台模拟雪地现况，坡度、速度随程度调整。全世界仅有12台，其中2台就在这。蛮好玩的，难度教练都很耐心的教我们。我觉得没有差异，而且真的还蛮累的，跟真正的滑雪一样。教练循序渐进的教，有错马上指导，人到就能学滑雪，课程超抢手，开幕第一周几乎抢光。已经可以模拟到雪地90%的相像度，所以在这边能学到的动作啊，其实你转换回去雪地的比例是非常高的。我们直接来体验冰鹰场，如果你像我还不太会溜的话，可以先扶着墙壁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手更稳定的往前滑行。好，来，我们后脚跟先并拢，像V字形，然后眼睛看前面。室内消暑行程还可以滑冰，1500平方公尺场地，初学者到专业人士来这超大的冰面都可以溜得超过瘾。溜冰场还很贴心，恒温控制，让民众短裤短袖也不觉得冷。冰是很冷，但是在冰上滑冰的时候，应该是大概是18到22度。对啊，所以其实是很舒服。根据统计，台湾一年有超过40000人飞往国外滑雪，除了商场内可以玩，双北也有其他溜冰场和室内雪场选择，全都可以体验，让炎炎夏日想消暑有更多选择。三立新闻黄云帆、卢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